은혜받으실하나님말씀을대합니다蒙恩典的经文是구약성경신명기30生命记33章29节话语구약성경신명기30生命记33章29节제가읽겠습니다由我来奉读以色列呀，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使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阿门。만민기도원총무이신주현철목사님께서由万民祷告院总务周炫哲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万民呐，你是有福的。特성으로영광돌려주신우리세렘구학선교단특성에감사感谢线上特别宣誓的新冷国乐宣教团，感谢平冈昌师范的宣誓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먼저창립36주년전야예배首先为大家介绍为了祝贺本教会创立36周年来访的海外来宾，一共有22个国家149名入境参加这礼拜。본교회창립36주년을축하해주시기위해해외에서방문하신내빈들을为了祝贺本教会创立36周年来访的海外圣来宾，向大家做介绍。为了节约时间呢，当所有的介绍都结束之后，当他们用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呢，一同用掌声欢迎他们。首先是以色列拿撒勒圣灵教会谢盖尔约尔伯维奇牧师家族，还有美国属灵外交团体副会长马可巴塞列牧师，还有哥伦比亚耶拉谢电视台的罗塞瓦尔罗德里格斯社长，还有顾问首尔林孔，还有非洲万民教团总会长肯尼亚内罗比万民教会的郑明浩牧师，美国还有日本万民教团总会长饭田万民教会的刘胜吉牧师，还有一度马赛牧师，还有陈江田牧师、金吉莫传道师、多吉古尼亚斯伊罗牧师，还有崔炳兰牧师、伊托多吉国牧师，还有日本的支教会的圣徒们来访，尼泊尔外面教会的李慧天牧师，还有比利时的埃诺外面教会卢先淑牧师，德国李保罗牧师，还有美国弗吉尼亚外面教会的南尚松牧师，还有美国国际外面教会的辛杰恩斯牧师，还有秘鲁外面教会的张正言牧师，还有哥伦比亚外面教会的张正言牧师，还有华盛顿外面教会的宣教师，加拿大外面教会的金春浩牧师，还有印度金奈外面教会的韩正新牧师，德里万民教会金尚辉牧师，刚果金夏江万民教会的李浩水牧师，还有菲律宾马尼拉万民教会的圣恩杰蒙牧师，秘鲁万民教会的金行列牧师，俄罗斯的从俄罗斯来的金融新教师，还有在法国、以色列，还有马来西亚、美国、澳洲、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圣徒们，还有邻国的宣教师与圣徒们入境参加这礼拜。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예앉아주시기바랍니다네请坐。亲爱的各位圣徒，可以通过因特网和基线电视同参与礼拜的全世界的万民的圣徒们，今天呢是本教会创立36周年前夕礼拜，二部时间呢有庆宴。将一切感谢与荣耀归于在过去36年间亲自带领本祭坛并赐予惊人祝福的父神。也真心感谢在过去36年里成为万民的牧者，用无尽的牺牲和献身引领我们至生命之路的下一代主任牧师。
如果主任牧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许是不能做介绍，就是感谢这一位，他呢就是无论是雨天雪天都始终如一，凭靠祷告接手祭坛，带领全世界万民做进行祷告的亲爱的院长，代表万民的圣徒呢表示感谢。네또한개척이후지금까지사랑하는목자의가르침을따라아由我代替牧者呢，向从开拓教会到至今为止，谨遵亲爱的牧者的教导，以信赖和爱心忠心献身的教牧者和工人以及所有的圣徒们，向你们表示感谢。我们也互相来祝贺一下，祝贺你。亲爱的圣徒们，神在世上众多民族中选择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希望借着他们彰显神的永活和旨意，并通过这一方式使全天下民族都能够了解神、敬畏神。在结束40年的旷野生活，即将踏入迦南地的时刻，摩西最后一次向百姓教导律法和神的旨意。인도하신하나님의사랑과축복을기억하고그사랑을결코잊지마再次嘱咐百姓，当铭刻40年里亲自带领的神的慈爱和祝福，然后一一祝福以色列12支派，并在最后留下的祝福之言，正是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色列呀，申命记33章29节的话语，以色列呀，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摩西通过这话语明确提醒了以色列民族为何是有福的。首先提问，像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由此让他们明白除了以色列以外别无其他民族蒙耶和华的拯救，并且神在以色列百姓40年旷野期间成为他们的盾牌，威荣的刀剑，击退仇敌，投降于他们。亲爱的圣徒们，亲爱的父神，在我们结束36年旷野旅程，即将进入祝福的迦南地之际，同样也赐给了万民祝福之言。亲爱的万民的圣徒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亲爱的神赐我们真正的信心，并且呢在众多的教会当中呢选择了我们万民，赐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并且帮助我们在过去的36年间幸福喜乐的过信仰生活。如今的时代，无论身在何处，都很难找到像我们万民圣徒一样拥有得救的确信和天国盼望的圣徒，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永活的真神在过去36年间成为万民的盾牌，在世代患难中保守看顾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万民的做工。做工是什么呢？做工有两个特点，这个历史，这历史有一个是反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真实。看我们就是我国的这个历史呢，也是有高丽时代那时候，还有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还有那些历史，还有政治方面的朝鲜时代那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那些都是反复这样过来的。有些王呢是有政治的王，非常好的这个王，有些王还有这个比较恶的那样的王，有些的王手下呢还有一些忠臣，有的人呢就是有的王底下呢手下呢有奸臣，这一切呢都是反反复复，但是呢真实的忠臣呢是相信真实必会显露出来，必会战胜这一切。所以呢这所有的历史呢都是反反复复的，外面的历史也是一样的。那
那么直到现今呢，有什么样的熬炼患难，我们万民是真实的，是善是爱，我们牧者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都是战胜过来了，这就是我们万民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呢也会反反复复，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我们主再来为止。而且我们呢只有胜利，只会将荣耀归神，并成为荣威的刀剑，使仇敌屈服在我们面前，让万民大获全胜。万民的神，牧者的神，在这36年万民历程中百不失一，尽享荣耀。所以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祝福的熬炼，也凭信心的眼目仰望，相信在盼望之日彰显那荣耀。圣徒们，我们万民是有福的。今天为大家见证，在过去36年里，当为神的荣耀奔跑的我们万民，可以大胆告白，我们是有福的。的理由是什么？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话语，在心里铭刻那爱和恩典，将一切感谢与荣耀归于父神。可以大胆告白，我们万民是有福的理由。第一，因有真牧者的教导。23:1-2，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我们牧者犹如好牧人一样的主，成为我们万民的牧者，在36年里教导了我们。那是永活的神的生命之道，即为圣洁的福音。福音就是蒙福的消息，就是众人因罪恶注定走向永远的死亡，而当我们信靠钉在十字架受死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罪得赦免。获救，即进入永恒天国。然而我们万民在过去36年间所受的教导，是为福音中的圣洁福音。那么福音和圣洁的福音不同吗？不是的，福音的核心自然不同，但其深度却有区别。福音的核心即本为罪人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获得救恩。而圣洁的福音并非是人悔改所犯的罪得到饶恕的层次，乃是通过如火般的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在心中的罪性，把心中的罪性连根拔除，不再犯罪的层次，即为磨成耶稣基督的心灵，效法并寻找神的形象的阶段。腓立比书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创世纪1:26，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牧者也是这样强调，神照我们人类的时候，也是照着他的形象来照了我们。我们是与神的形象是同样的，我们的心也要与神的心同样。圣经命令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神的完全，寻找他的形象。这才是创造主神耕作人类的最终目的，也是神真正所愿的信仰生活。也就是神不仅希望拯救走向死亡的人类进入天国，进而带领效法神形象的真儿女进入天国耶路撒冷，永享荣耀和幸福。亲爱的各位圣徒，那么所赐我们的这圣洁福音是从何时开始的呢？44年前，曾有一个人经受7年病患，在死亡的门槛得见了神。曾经连父母弟兄都掩面自己，但自从得见神病得痊愈后，深深爱上了医治一切疾病的神，并深深地陷入了爱河。这份爱胜过男女之间的爱，浓郁
而又热情。从此以后呢，他的心思意念都被神所占据。我所得见并医治一切疾病的那位究竟是谁呢？他的形象又是如何呢？他带着怎样的心呢？他又喜欢什么呢？我做什么能够讨他的喜欢？想了又想。所以开始读饱含他心意的圣经，从中感受他的心意和旨意，并且非常幸福。通过话语了解神的心意，就立即遵行。不能一次性离弃的罪性呢，就禁食又禁食，并且献上祷告。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到二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如同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的主一样，一心顺从圣灵的声音，寻找山和祷告院，积累了无数的禁食和祷告。并不是谁让他这样去做，他的心里有圣灵的主管，只顺从圣灵的主管。我是在中学时候读中学的时候，好像是有中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主任牧师在开拓教会之前，那时候呢，我偶尔就是在放假期间呢，会到主任牧师家里去玩，因为是家里呢是有这个是营业这个书店，所以呢偶尔去到那里去玩。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我就是很难见到主任牧师。那时候就能够知道主任牧师呢不是经常在家，经常呢是唱着赞美，看祷告院长呢唱着赞美，然后呢就是在看这个店铺书店，不能见到主任牧师，不容易见到主任牧师。那之后我才知道，主任牧师也都是利用放假期间，他也是带着行李，然后呢去到山上祷告处进食祷告。我们也是都听到过的话语。我所生活的地方呢是申世洞。那时候呢我就是很喜欢运动，所以我就会跑到金火洞。我准备坏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些。祷告院长也是说那当时非常幸福。祷告院长呢他口中呢常常哼着赞美，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书店，但是呢坐满了客人。我到那里去的话呢还是说是最小的侄儿，然后呢时常呢还是像招待客人一样呢给我做好吃的，还有给我做就是炒鸡肉。我能够想又浮现这样的记忆。为此呢神应允恳切的祷告，亲自用声音或清晰的灵感中领悟蕴含在话语中的神的心意。一天呢在山上祷告的牧者呢第一次听到了神的声音。神说翻开路加福音22章44节的话语，这声音清澈洪亮，听到这一声音后牧者感到非常惊讶，然后呢就迅速翻开圣经，记录的是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可想而知，那一刻牧者深深感受了为拯救人类献上恳切祷告的主的心怀。大家是否能够感受到，当领悟如何做才是蒙神悦纳的祷告后，带着激动的心献上呼求祷告，响彻整座山的牧者的心吗？每当足以领悟神的旨意时，他的心欢喜快乐，能够遵行神旨意，足以让牧者无比幸福喜乐。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同这话语一样，靠着爱的力量，牧者将神所厌恶的一切恶和各样的非真理全都离弃净尽，成就了善美的主的心灵，恢复了神的形象。而后神呼召我们的
牧者为神的仆人，牧者向着神的炙热之爱，在拯救灵魂的做工上呢升华，而且呢为传达蒙神一一解析的话语真意，那股牧者的热情更是被火热的进食和祷告所延续。我访问主任牧师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呢，其实如同我们圣徒们以前也都听说的一样，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很狭窄的，也就是一平米，就是 很小的一个房间，很小的房间里面呢有五口人，住五口人、还有我的记忆当中呢，是在很狭窄的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小屋，是怎么房间的大小是怎样，是多大呢？就是我中学读中学的时候，我到那个房间里躺下来，小孩子们呢都很喜欢去很狭窄的这个空间，然后呢就在那里玩耍。我呢也是进在那个小房间里，我去的时候呢就是小孩子也不是很宽的地方，就是我躺下能我躺下来五十公分或者是六十公分，不能躺下来的程度，就是很小的地方，就是隔开，然后呢做祷告的屋，祷告，而且那是门是拉门，在那里呢献上祷告，凌晨祷告，然后呢在放假的时候呢，主任牧师呢又去山上去祷告处做祷告见识，然后呢又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呢，就是抽时间，然后就是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空间里面呢做一个这个祷告室，进入这个小房间里面又在那里做祷告。那时候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想到主任牧师，我们牧者呢是很想与神沟通，所以就是能够这样的恳切的寻求祷告，能够感受到我们牧者的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徒们，圣经是被圣灵感动的人蒙神启示记载的书籍，因此为了解其中蕴含的神的旨意，同样也必须蒙圣灵的感动，靠肉体的意念强行解析就会误入歧途。牧者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圣灵的感动，在此基础上积累爱的祈求，所以神便开始一一的解析圣经话语。当然那祷告呢又通过了七年时间得到了解析，通过十字架知道了神究竟是谁，耕作人类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自有拥有独居的神以原本之光含着声音的形态充满在整个宇宙空间，计划耕作人类并创造了人类，目的是为得到永远与神彼此分享爱的真儿女，并告诉放置善恶果的理由，得以让我们人类也能够知晓父神深奥的爱的心意。告知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我们的救主，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饶恕，获得救恩，得到这般先回到我们拥有了从心里相信的信心。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牧者的教导对我们就是以非常简单易懂的这样话语呢教导我们，如果信就要去遵行，而且呢之后呢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说亲爱的圣徒们，如果说海云台这海边藏着一块很大的金块，如果到那里去找到了那金块，就是告诉你这个金块是在哪里，然后到那里去取，然后取到就是你找到了就给你。那这样的时候，相信的人当然就会到那里去取。就是用非常简单易懂的比喻给我们明确的解析这些话语，就是告诉我们信就要有行为随着，是很简单的例子。那么信是什么呢？就是从心里相信，又是什么呢？如果心里相信就要去遵行，简单易懂的这样教导我们。所以呢，我们能够拥有了从心里相信的信心，亲爱的各位圣徒，我呢以前就是在主任牧师开拓教会那时候就开始说，我从来没有疑惑过圣经所记录的所有话语，完全的相信圣经记录的话语。我第一次听主任牧师这样去讲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也认为自己过很热心的过信仰生活，就是小时候我也认为是自己过信仰生活过得很好，然后就想是的，我也是从来没有疑惑过圣经话语，我也是这么去想的，我从来没有疑惑过，也是相信圣经话语，我是这样去想的。但接下来主任牧师说了，那么信就要去遵行，然后一个一个的我领悟了。主任牧师是怎样去做的呢？圣经六十六卷话语他完全的相信，而且圣经六十六卷话语当中所记录的那些要离弃所有的恶，要爱仇敌，这些话语呢也是能够成就的，能够做到的，而且呢他亲身来实践，而且呢圣经里面所记录的所有的全能我也能够做到，我要相信我就能够这样去行这样的全能，而且呢他也是凭着信心这样去祈求。但是我有那么去遵行吗？虽然没有疑惑，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就是说没有遵照圣经话语完全的去遵行，这就是有很明显的差异。我领悟到这些，因为我们牧者相信圣经六十六卷的话语，所以按照圣经里面所记录的那样去遵行。亲爱的各位圣徒，在神的创造旨意中受造的万物都有神创造的目的和意义，然而受造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却丧失了创造主造人的目的的价值，如同兽一样生活。以赛亚书一章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传道书三章十八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这就是我和大家的样子。但是我们通过心爱的牧者的教导知晓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不仅如此，也知道人活着的真正价值，从而敬畏神，得享所赐的祝福，过幸福的人生。这实乃是惊人的祝福，这绝非是我们自己可以领悟的。另外在此话语基础上，仔细地把灵命成长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说明。信心的大小话语好比我们信心旅程中一道明亮的大道，曾经一味地认为只要信就能得救，并在无法确定我们现在的信心是否达到可以得救的信心的状态下，在这种恐惧忧虑中过信仰生活。通过话语我们知道了何为真信，我的信心大小是多少，怎么做才能达到神所愿的信心大小，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明白了照信心的大小，个人所进入的天国居所得以让我们更加努力迈向天国。在茫然恐惧中感受地狱景象，感受到地狱景象呢深入人心，天国的美景仿佛亲眼目睹触手可摸，这一切难道不是令人惊讶吗？我们要铭刻又铭刻，这一切呢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
所以让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期间立下了无论如何都要离弃恶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即全灵的阶段的这目标，还有在圣灵的感动中解析了爱篇八福等这诸一般的话语。我和大家曾经口称信本为爱的神是他的儿女，但却连所谓爱的真正含义都不知道。当通过解析的话语领悟灵爱的含义时，我们的心不知有多么舒畅。爱这一单词在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对此人们也探讨定义。然而本为爱的神所解析的爱的定义却简单易懂。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话语，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爱就会倾听对方的话而顺从，这是非常简单的真理。这些生命之道不仅使我们心灵舒畅，还能明亮人的眼目。诗篇十九篇八节，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就算是再怎么读圣经，在开拓之后，开拓之后来教会的一位长老，他呢是读了100遍圣经，他曾经这样自夸。读圣经100遍的人也不是很多，非常惊讶的。那么读一遍都不容易，但是他说读了100遍，就算是这样读了100遍，就算是读了很多次圣经，但是那里面的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的话，那么就是遮掩了这个眼睛，就是等于是属灵的瞎子。但是呢，因着主任牧师的教导，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而且告诉我们怎么能够去爱神。当我们领悟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非常舒畅的，眼目也是明亮的，而且明确的领悟只要爱神就能够遵守圣经66卷一切的诫命，而且这样去做呢并不是难做的。让我们能够从心里相信，不仅如此，通过八福的话语我们领悟父神深奥的善，以本为善的神的心，且可以效法，故此这又是另一种层次的惊人的祝福。即使像赐予宝贵诫命的神，诗篇作者做了如下告白，赞美了神。诗篇119篇162节到164节，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谎话的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我和大家是不是也应该一天七次赞美神，乃至70次赞美荣耀神呢？至少灵界和治理灵界的神的心并不容易，这也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唯有离弃各样的恶事，全然成圣，蒙受圣灵感动的人，带着恳切的心向神祈求的时候，才能够知晓父深奥的心。亲爱的各位圣徒，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位深知父神心意的牧者。通过牧者的教导，我们明白了创造主神，并遵照他的旨意，拥有了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传道书12章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主义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亲爱的各位圣徒，我和大家，我们万民是有福的。明白人生真正价值和目标而生活的人是有福的，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些谨遵牧者教导的人与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无关，乃是以万民之名相聚的大家族。此时此刻，如此宝贵的圣洁话语也正面向全世界在转播。凡存有良善之心，打开心门聆听福音的人，都为之惊叹喜乐，都不由自主的好奇，这般惊人的祝福话语从何而来，又是谁宣告。亲爱的牧者的话语
这我们来看并不是很华丽，但是这是父神从上头所赐的，父神所赐的话语，所以这话语呢是很有权柄有力量。马可福音1:22，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些心存良善的人看出耶稣的权柄和所行的全能来自神，认出他就是救主。我们相信父神在36年来用全能保障牧者所见证的话语，牧者所行的全能来自全知全能的神。我们相信这事实。历代志下9:7，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设立在你面前说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首闻所罗门智慧的名声，其实来到以色列的示巴女王看见亲眼见到所罗门后，做出了深表羡慕和感动的告白。示巴女王的这番告白如今正是我们面向世界的告白。通过电视周刊我们也看到了，在过去的36年来我们看到了这地方就是天国。我们通过见证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话语，初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圣徒有很多人告白说，一进到这个圣殿听到主任牧师的话语，又看到我们圣徒们的样子，就感受到这里就是天国。而且许多圣徒告白，告白这是天，这里就是天国的，这告白的是都是这样告白，而且说是充满爱的祭坛，而且看我们圣徒们都非常幸福，像是初代教会一样，有很多人这样告白。说听到了这消息，但是呢来到这里一看真的是那样，这样说我在我所在的地方，我所在的国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是다른것을볼수있습니다그러나스바유왕은그렇지않았습니다당신에대해서지혜를들었는데他就说听到了你的智慧，到这里来一看比所听到的更是有智慧，就是这样告白。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祭坛也是就是有所耳闻，然后到这里然后就告白，果不其然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就是有这样的告白。圣徒们，我在准备话语的过程中做了这样的想象，假设示巴女王参加今天创立纪念前夕礼拜会做出怎样的告白呢？我们郑群牧师如果这样说的话呢，这样讲的话呢会讲得很好，但是我的这个实力呢还不如郑群牧师，所以我简单的就是这样说。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牧者的羊群，牧者的将帅常侍列在你面前听你的话语是有福的。示巴女王就是说一次说是有福的，但是示巴女王来到这祭坛的话呢，我想她会连续说三次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她会这样祝贺我们，我是这样想象的。各位圣徒们，我们万民是有福的。主任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这真理的话语有多么恳切呢？开拓不得没有过多久，就是1983年那时候，某一天的周三礼拜，主任牧师那时候主任牧师呢是绝对不能够容忍我们圣徒们坐在做礼拜的时候打盹。以前主任牧师
也是以前准牧师的视力非常好，说二楼后面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圣殿最后面站着的人的面孔是谁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开拓教会的时候，开拓教会那当时那圣殿也是非常小，所以呢看得非常清楚的，谁也不能躲过牧者的眼睛。然后呢看到打盹的人绝对不会放过的，就算是时间过就是这样过去，但是还要叫醒他。有一个周三礼拜，圣徒们的家呢也都是离教会很远，所以呢周三礼拜也就是有二三十名。我是这么想，那时候在做礼拜的时候，那一天呢，我们圣徒们有很多圣徒打盹，然后主任牧师叫醒他们，叫了一次、两次、三次，叫了几次，然后呢，然后也叫不醒他们。然后那一天，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日子，主任牧师呢，突然就走下台。从这台上的走下去，然后到哪里去了呢？不是到祷告室，是后面不是有个祷告室吗？不是到祷告室，是到外面去了，到外面去，然后呢回到家里了，回家了，然后就说，我的能力还不够，我在用话语叫醒你们也不行，也叫不醒你们，所以我要回去多做祷告，我要得到能力然后再回来。然后呢主任牧师就回家了。那时候我们的圣徒们会是怎样呢？主无法想象的事情就是在他们的眼前。然后那时候有一位长老，那位长老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然后不知所措。我们圣徒们就是这样聚在一起，然后呢开了一个会议，然后就说我们快点到主任牧师家里去吧，然后呢去找主任牧师。那时候也是主任牧师呢又是单独租了一个房间，然后到那里去，然后这个胡同就是新大方洞的那个一个小胡同，然后到那里我们全圣徒就是都站在那个胡同，然后跪下来，然后呢那个长老呢就是在前面，然后就说，主任牧师，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这礼拜，请牧者饶恕我们，就是这样跪下来，然后就是做了悔改。然后主任牧师过不了多久，然后就是没过多久就出来了，然后又回到圣殿一同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非常感动。我给大家讲这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我们主任牧师的热情，那种教导的那种热心，希望多一个灵魂能够通过话语得到改变。他的心呢就是这样燃烧，所以呢他看到有人打盹是不能放过，他的心呢非常焦急，所以呢就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了。李章浩长老也许也不知道，那时候李章浩长老因为是下班后很晚的来，所以那时候呢是不能参加周三礼拜的情况。还有这样的事件，我们万民是有福的第二个理由是有牧者的全能。亲爱的各位圣徒，我们在过去三十六年的时间里亲眼目睹了神与牧者同在彰显的大而惊人的全能。全能是有权柄的能力，与医病恩赐呢是不同。医病的恩赐可以治愈病菌或病毒所引起的疾病，而全能不仅可以医治疾病，还能够使麻痹或已死的神经复苏，无论是先天性还是后天的障碍呢都能够治疗。靠全能还能够彰显奇事，干旱、洪水、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等都能够驾驭操控，这样的全能是父神赐予我们牧者的。借着全能证实所传之道的真实性，马可福音16:20。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主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彰显了神迹，瘸腿的行走跳跃，各种疾病得到医治，而目睹这一般神迹的人呢，接待耶稣基督为救主。本教会通过牧者所彰显的神迹奇事惊人的全能，在过去36年间从未间断。这些全能做工成为了助我们信心成长的原动力。凭借牧者的生命之道，我们知晓了神的善和爱以及深奥的心意。可是若我们没有通过牧者的全能得见经历永活的真神，就无法离弃心中的恶，打那美好的仗。每当亲眼目睹仁义是不能成的事情，凭借神的能力成就的时候，就会破碎肉体的意念，非但敞开心扉领受福音，还从上头临到遵行神道的力量。肉眼虽看不见神，但借着神迹确信神是永活的。约翰福音4章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2000年前的耶稣时代况且如此，何况是当今时代呢？世间罪恶灌满人的良心冷淡，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有些人通过本祭坛目睹不断彰显的惊人神迹奇事，却还掩面不愿相信。故事我们的牧者为了彰显更大而惊人的全能，直到完成再创造的全能为止，今天也在走苦难之路。唯有天从父神的公义，才能够使在这罪恶灌满的末时，像加略人犹大和法老王一样，心从刚愎顽硬的人扭转他们的自由意志，带领进入救恩之路。格林多前书4章20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因此向当今时代否认神、罪恶泛滥的末世见证永活的神全能做工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现今很难找到得到这样的全能展开神工的仆人。全能并非任何人都能得到，即使是圣经里耶稣的12个门徒也没有全都行全能。那么现在的牧者是如何得到这样的全能并彰显的呢？那就是离弃了各样的恶事，心中填充了善和爱，完全磨成了耶稣基督的心，同时带着爱灵魂的炙热之心，献上了如火般的祷告和进食。正如前面提及的一样，毫无指望只能等待死亡的牧者得见神之后疾病一次性得到医治时，牧者向着爱父的心更加充满火热。所以为了更加了解父神的心，谨遵他的旨意而活，被呼召为主仆的我们牧者心中燃烧的这另一种爱，乃是向着走向死亡的灵魂的爱。我该如何才能够把我所经历的永活的真神传给更多的人？你否认神是否偶像，不知天国地狱，走向永远死亡的无数灵魂，让他们能够经历永活的真神最确切的方法呢，就是全能。那就是圣经上所彰显的所有全能，如同使徒保罗、彼得、摩西、以利亚，甚至是连主所行的全能，我们牧者都开始凭信祈求。但是领受全能绝非易事，何况是领受比主更大的全能，更是无人能及。这条路注定是要没有自我，否认，彻底否认父母、弟兄、家人，甚至是自己，心中唯有为了父神和灵魂的牺牲和献身。这样生活的我们牧者整整过了40年之久，不仅如此，通过人无法想象的熬炼，填充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痛苦、忧伤、眼泪的这7年公益的时间。不仅如此，我们牧者为了直到完成再创造的全能，如同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一样，同样在走着苦难之路。
这再创造的全能比主所彰显的全能更大更惊人。愿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正如这节经文一样，牧者的全能会使末世无论多恶多么刚愎的灵魂都不能否认神的永活，为之震惊，扭转他们的自由意志。唯有这全能才是因罪恶灌满否认神乃至敌对神的时代必不可缺的，还有失去拯救灵魂的使命，与偶像相加走向世俗化的教会众多的这个时代是必要的全能。圣徒们，在地上现在生活的76亿以上的人类呢，是创造以来上生活最多的时候，人口最多的时候。如果主在临他们中，又有多少灵魂能够得救呢？我偶尔想，76亿的灵魂，那么现在是基督教国家，就是全世界呢都是在说是信神这礼拜的这个基督徒，统计来算呢，说是有21亿人口，那么剩下的55亿怎么办呢？他们都要下地狱是吗？那么信神的21亿人就都能够得救吗？大家也都知道并不是那样。那么这有一半的人能够得救吗？还是能有5亿人口能够得救呢？那么仔细的这样去想，那么去想一想，果然能有多少人能够得到医治得救呢？能够几千万呢？或者是几亿呢？这不是我们父神所愿的结果。神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在欧洲说，是有问卷调查对那些年轻的人，他们说有50%的人呢说是不相信神。那么过了100年以后，那么干脆在欧洲也许基督教就会消失的。就是这样，很难，就是信神的人越来越减少，该如何是好呢？神的旨意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必须要给这地上生活的数十亿灵魂传播圣洁的福音。父神万世以前耕作人类的伟大奥秘，必然会通过我们万民来成就，给走向死亡的无数灵魂宣告圣洁的福音，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创造全能会充满全世界。而且当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数十亿的灵魂才能够得救。父神的旨意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万民，所以要有我们的牧者，所以要需要这个全能。以赛亚说42章8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亲爱的各位圣徒，在这里我们不可忘记的是，通过牧者所彰显的惊人的全能，无论是起始、过程、结果，都是牧者向着我们的火热的爱。所以说，牧者的再创造的全能是向着我和大家以及万民的牧者之爱的爱的结晶体。为此，与牧者同行的我们万民是有福的，拯救像罪人中罪魁一样的自己，并呼召为主仆的使徒保罗对主的爱如此告白。格林多后书5章13节到14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圣徒们，向着万民的神的爱、主的爱、牧者的爱，是否在激励着我们呢？马太福音13章16到17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各位圣徒们，我们万民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圣经里，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历2000年前乃至4000年前圣经中的做工。
过得像初代教会一样的信仰生活，有时仿佛亲临主做工现场，又好像是彼得、使徒保罗的做工现场，体会当时的感动。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万民是有福的理由。第三，因为有新耶路撒冷的盼望。也有许多人虽然是去教会，但是也是在过着信仰生活，但是他们却告白我不相信有天国，要带着半信半疑的心出席教会，为了神国什么也不做的人，根本不为神的国尽忠侍奉祷告遵照神的话语生活而努力，只是过着与世俗妥协的信仰生活，还算心里存有一点信仰的良心的人呢，就会想，我这样过信仰生活果然能够得救吗？我记得是读小学的时候，在礼拜时间听到有关地狱的话语，怕犯罪的我呢，当时呢我这样想，我干脆还不如那画里面的人，那该有多好呢？画里面的人呢是没有灵魂，与天国和地狱是无关的，也没有必要怕犯罪怕下地狱。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呢，我也可以说是一个一等圣徒的程度呢，很积极参加礼拜祷告的人，但是呢，惧怕之心呢，却是越来越大。是因为世界与罪呢进入的更多了，所以呢，那担子呢觉得更沉重了。遇到亲爱的牧者之前，任何人也不能为我解决内心的困苦。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当我遇到亲爱的牧者，通过生命的话语解决了所有的疑问之后，至今为止我在得救的确信和天国盼望中度过每一天。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那些疑问全部得到了解决，所以呢，现在是带着盼望天国盼望国享生活。那第一次听主任牧师话语的时候是82年7月25号，那以后那就是8月6号的周五彻夜礼拜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来到教会，那主任牧师开拓教会的时候呢，我是给主任牧师帮主任牧师搬家，但是我没有参加这个开拓礼拜，也没有参加礼拜的心，因为我是那当时是在其他教会呢很热情的过信仰生活，我根本没有想来到主任牧师开拓的这个教会。我只是帮他搬行李搬东西之后呢，我就是没有来的这个教会，但是我的妈妈劝是她还是有一天就是主日我是不能，我的妈妈也是在其他教会过信仰生活，说主日呢是在那个原来的教会过信仰生活，然后呢周五呢说参加了周五彻夜礼拜之后呢，说是非常蒙恩典，让我也是一同去蒙恩典。那时候呢给我们讲的是活的信心和死的信心。那时候听到这话语之后呢，我所有的这个罪的重担呢全卸下了。那时候我非常感动，然后呢彻底的痛悔认罪。那一瞬间就是在那一个礼拜，这个一个是小时的时间，到至今就是那时候就是说15岁16岁的那时候就是所有的那些重担呢都卸下去了，就是非常平安。那时候呢在我眼中呢，牧者呢就像是神一样就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就想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呢？他并不是我所认识的舅舅，就像是神一样。然后我的心里头感到非常惧怕，站在主任牧师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害怕，也是因着我个人的这个性格。即便过着信仰生活却没有得救的确信，在恐惧与痛苦中生活的我们，如今呢不仅得到了救恩的确信，还能够盼望父宝座所在之处，仰望能够亲眼得见神的新耶路撒冷而生活。亲爱的父神不仅赐给亲爱的牧者在这末世拯救无数死去的灵魂的这个使命，还希望牧者能引导无数灵魂进入新耶路撒冷。父神以他的那爱为我们预备了天国，其中新耶路撒冷是神的爱的结晶。启示录21章2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牧者为了引领我们进入美丽的新耶路撒冷，不惜受生产之苦。加拉太书4章19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以前牧者在正道中这样向我嘱咐，向我们嘱咐，亲爱的圣徒们，父母养育一个儿女的时候，也是这些各
种辛苦与献身，何况在灵里养育无数灵魂的过程，如果没有心痛的事是谎言。只要能让多一个灵魂进入耶路撒冷，父神该有多么高兴，主该有多么喜悦呢？牧者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怀抱每一个灵魂，引导至新耶路撒冷。因此愿圣徒们都能够成为像日头一样发光的灵魂，进入耶路撒冷，成为父神的喜悦。牧者是这样说的，祝福我们。圣徒们，我们在主里受熬炼，有时呢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有时呢还会失去信心。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呢？就是这样灰心并想放弃。父神与主赐予了我们完全的爱，神让自己的儿子代替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显明了对我们的爱。在过去的36年来，我们通过牧者看到了如此的爱。牧者教导我们要深深感受父的爱，凭信努力进入新耶路撒冷。亲爱的圣徒们，我与大家是神亲自选拔护照的，希望大家相信。因渴慕牧者一同听着话语的在座的所有圣徒，就是我们父神亲自护照并选拔的。耶稣说，看路加福音17章17到18节，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有一天，长大麻风的10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得医治，对此呢，主应允了他们，他们在路上都得到了医治。但是来到耶稣面前感谢他并将荣耀归于神的人呢，只有一个。开拓教会以来至今36年来，通过牧者得到医治体验神全能的人们呢，数不胜数。那么比2000年前无法相比的这罪恶灌满的末时，果然在10名中还能够剩下一个人吗？不是的，100人中能够剩下一名，1000名当中剩下一名，在这样荣耀父的名，这就是我与大家，怎么能不宝贵？怎能不是有福的人呢？亲爱的各位圣徒，亲爱的主任牧师说，在座的圣徒们就是将来进入耶路撒冷的灵魂，并且说，哪怕是牵着鼻子，也一定将大家引领进入耶路撒冷。牧者的话语是向着父神与我们万民灵魂的牧者的信心的告白，也是他爱的应许。我在过去36年间看到的，亲爱的牧者，在他的口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谎言，而且所说的话语一定都照此行，而且实现。为了守着应许，我们牧者今天也在填充爱的公义，执意顺从，在走着苦难之路。但是为了完全成就这应许，必须要有我们填充的这1%的公义。那么这1%与天国耶路撒冷的荣耀相比，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只要信赖神亲自保障并同在的牧者，并遵照其话语顺从，神早已知晓亚伯拉罕的信心与行为，并即便那样也允准了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的这大试验。那是神为了赐给亚伯拉罕经人祝福的神的计划。当亚伯拉罕完全信赖并顺从的时候，神立亚伯拉罕为信心的始祖，并称他为神的朋友。全能的神在万事以前就知晓我们的牧者，知晓我与大家，知晓我们万民。神知晓我们牧者有多么爱神，并以惊人的全能成就世界。以他的教导，会有多少人能够成为属灵的将帅，有无数灵魂成为神的真正的儿女，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果子。并且在那惊人的祝福到临到之际，允准我们，允许了我们万民的这祝福的熬炼。在这祝福的时间中，我们要拿出真正的信赖与爱，还有顺从的行为，一切都是爱我们的父神的爱，是为了引导我们进入耶路撒冷的我们牧者的爱。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平静前进，每天都铭刻牧者的教导，变化为美丽良善的内心，更加尽忠担负所赐的使命。讲结论，亲爱的万民圣徒，我们的名是荣耀的万民，这绝不是我们自己抬高自己。其名之所以是荣耀之名，是为了通过我们万民完全成就人类耕作的旨意，并愿那荣耀神亲赐的名。万民的过去36年的所有这功，是神亲自主管带领，今后直到主再临那日，会亲自引导万民并成就他的旨意。亲爱的圣徒们，这末时有许多人不知道神的爱而死去的灵魂，全世界的灵魂在向我们焦急的
遭受。我们要通过这祝福的熬炼，成为预备好的属灵的将帅。神让亚伯拉罕献上独子以撒，实为令人惊讶且是受冲击的话语，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发生过，更是没有想象过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着急不知所措，反而因神如此信任他，命他做这样的事情，带着激动的心去顺从神的命令，这就是完全的信赖。圣徒们，差的父神在信任我们万民，差的牧者也信任我与大家。我们要相信，如今所允准我们的这时间是在父旨意中的祝福，现在正是我们报答父对我们信任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要完全成就末世通过万民要成就的这旨意，要得到所赐给我们的惊人的祝福。愿所有的圣徒们都能够带着信心的眼仰望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的祝福，互相鼓励，献上更加如我们的祷告，努力聚会得以更新变化。奉主的圣名，祝愿我们万民的圣徒们以真正的信与顺从，带着感恩的心度过祝福的每一天，更加努力向前奔跑。亲爱的各位圣徒，我们一起奉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万民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思考今天的话语，同来做祷告。감사드립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영상을통하여다이자님합니다통과영상제주로무시为患者做祷告有疼痛之处或有患部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或患部没有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天亲赞守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支撑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都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皮肤病妇科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
渴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役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涙の中おられる主、愛の主、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の主。